ありがとうフフフフフ。 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网页设计的节目，我是陈航老师。呃，我们在上个讲次里头跟大家提到了所谓的多媒体跟一些所谓的互动按钮的概念。那我们在这个讲次呢，我们要更深入的讨论一些所谓的特殊的元件。当然，这个讲次跟下一个讲次都是在讨论这些特殊的元件。也就是说，透过这些特殊的元件呢，我们可以让网页呢。 呃，变得更更生动啊，更活泼，或者说更更丰富。那我们在这个讲这里头，我们提到了几个特殊元件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授课大纲。第一个呢，我们会先提到怎么样设定一个水平线啊。那设定水平线的目的，主要就是做一些分隔啊。那当然，在这个呃 h o w e p o i n t Designer 里头，它设定的水平线的功能并不好啊。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取代。 好，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加入一些所谓的时间啊跟日期的这些元件。那比如说我们的网页什么时候更新的，我们必须让使用者知道啊。那这些的呃更新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呃利用一些 Java 的程式或者是这些元件来达成。呃，我们现在不断当每次更新的时候，这时间就会跟着更新。那第三个呢，我们要教大家怎么做这个。 呃，计数器，也就是说有多少人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浏览，那我们会把它记录起来好、啊，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实际操作。好，首先我们回到呃我们的操作这个 s h a e p o i n t Designer 的画面啊，我们把这个打开来。那我们首先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插入一个水平线啊，水平线。好，那我们在这边呃呃找一个位置，然后我们直接按插入。 那水平线放在哪里呢？它放在 HTML 啊这个的选项下面，找到一个叫做水平线的啊，我们点选它，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会呈现一个水平线。那水平线呈现出来呢，基本上呃大家可以看这边有颜色。那我们先存档，我们先看看结果啊。好，那这边会产生一条水平线。那这条水平线呢啊，其实呃我们测试过，在这个里头啊，不管你用什么颜色，它都是灰灰的啊，都是这个颜色啊。 那这基本上它是城市设计上的，可能在本身来讲就有一些呃资源上的问题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它的宽度，那宽度呢是根据什么？我的视窗缩放比例，当我视窗拉得越大的时候，这条线呢就是横跨整个视窗啊，百分之百。那你也可以用像素的大小啊，用像素的大小，那像素就是一百啊，那就是假设我们用像素它的大小，它就是以一百的宽度啊，那我们按确定看看啊，就只剩下一点点。 啊，这是一百的大小啊。那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水平线就是要做分割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整个视窗上，呃，横跨啊，就是整个页面。那这高呃高度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整个的呃厚度了。我们可以应该讲它的厚度就是它的高度。那我们把它如果变厚一点的话，我们按确定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水平线呢就比较宽一点啊。好，再进来。 那这个对齐的方式有靠左、至中、靠右啊，这没有问题。那这边有一个色彩啊，那事实上我们发觉到这色彩并没有太大作用啊，也不能显示这个结果啊。好，我们按确定，我们再看一次结果啊，存档。然后呢，哎，这有一条水平线，那可以让你在呃画面上做分割。那不管你是呃拉大或者是缩小整个画面啊，那基本上这水平线都会跟着你做放大缩小。 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啊，可以插入的元件叫水平线。那这个元件呢，基本上啊太单调了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色彩没办法变化。虽然我们在这边有色，但是呢，大部分的网页呢并不支援它的色彩的变化好，那我们当然用一些方法，就是我们尽量可以用一些图片来做这种水平分割，其实也是很好的好，我们再看到这个画面来啊，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去插入一些图片啊。我们找一下啊，在这边我们有一些图片。 可以作为什么啊？水平分割的。哎、欸，来这边我们找找看，一个叫做……哎，来，我在 Image 里头，我们在这里头有一些分割线啊。比如说，我在这点选这个分割线，好拉进来。好，我们先确定。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用这个呃图片来做一个分割。那它效果其实是也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可以呃有两张图片，甚至一起。 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存档呈现的效果。诶、欸，它的这个效果其实作为分割，诶、欸，也是非常的好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些呃比较细长的图片来作为这种分割的效果。那跟水平线啊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好，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图片。那这种图片非常多了啊。那大家可以去找很多种这种图片，呃，都可以当成你的分割的。 图片，那我们在这里头还有，比如说其他的，呃，像这个图片啊，我们也可以拿进来使用。好，那这个图片也是一一般我们在使用这种分割使用上效果上很好的啊啊，我们可以看看结果。那这种图片呢，当然你你都可以去呃在网络上找到啊，当成你的分割。当然，你这这种尽量能够越长越好啊。这个就是我们用呃所谓替代水平线。 这样的功能用图片的效果来替代水平线，但是它当然有个缺点。那我们知道这个水平线呢，你可以随着网页的拉大啊，它会变长啊，缩小它会变短，但是这些图片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就是基本上它的长度是固定的。好，那这个是我们，我先把它删掉。这个是我们提到用所谓的图片来代代替所谓的水平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功能，也就是说。 呃，我在这个画面上面呢，呃，我们可能要呃制作时间跟日期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的网页修改什么时间修改，那因为我要呃让让上网人知道说，哎、欸，我的网页有没有更新啊？啊，不然我可能始始终时时间停留在一九九零年啊，那这样子人家就不愿意上来了。所以我这边可不可以透过一个这样子修改的时间呢？ 发布在我的网站上，让人家知道我这个网站什么时候修改过啊？最后一次修改日期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画面。好，那我这边当然已经写了这几个字啊，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呃元件就插在这个几个最近修改的更新的日期的后面。那我们做的方法一样啊，在这边是插入一样，在这个 Web 元件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常用这个 Web 元件了啊，按下去，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头找到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头。 我们找到有一个呃共用内容啊，共用内容里头找到有一个时间跟日期啊，那这里头还有其他的部分啊，那我们只介绍这个时间跟日期。好，我们按完成，完成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头呢有两个时间日期我们可以选，一个就是我最近网页编辑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啊？第二个呢是我网页。 就是最近网页自动更新的日期，也就是我的把网页那种上传的日期是什么？那一个是编辑，就是我储存这个网页的时间；一个是我上传到 server 的时间啊。那这个时间里头呢，格式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啊，你可以把年月日就是中文的加上去啊。那如果说 呃，时间的格式你没有设定，它就不会显示啊。无就是没有，那有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再拉啊，几点几分啊，上午、下午几点几分啊？那我们可以拉，按确定啊，那可以看到这个格式就会呈现在这里啊。那这个格式呢，基本上你可以去改它的颜色啊。那我们可以把它啊换成不同的颜色，那可以看到变成红色啊，就是说要改它的颜色呢，基本上就跟一般的文字设定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存档。 好，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那我们等于说这个时间日期是我们最后编辑这个网页的时间日期啊。那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录影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提供的时间日期。那你要去修改它，一样点两下进去啊，你可以把它变成呃最近网页。 自动更新的日期也可以啊，那就是说我们上传的日期是什么啊？这两个这两个选项我们可以去任任挑一个可以使用啊。好，那如果说我不不需要日期，我就可以把它设定成什么无，5, 那我只有时间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假设这样它就只有时间而已。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个段落再开始。 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段落提到了怎么样把我们最后编辑或者上传网页的最后时间呢显示给使用者看。那呃，在这边呢，接着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把呃今天的时间呢 show 给大家看。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几月几号，那这个部分呢，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元件里头并没有提供。那我们可以用一个 Java 的 Script 的程式呢塞入在我们这个 HTML 档上面。那我们首先来看。 怎么做啊？这个部分的 Java 的程式，我们在课本上也提供给大家，那大家可以试着把它打进去后来试试看。好，首先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设计画面。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头呢，呃、哎，我有一个 Java 的程式啊。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 Java 的程式呢，它是一个我已经先写好了。事实上，我们在课本上有啊。那我们可以看，我们把它叫出来。那这个 Java 的程式呢，基本上，呃、哎，我们用 Word 起开它。 啊，然后你可以看这个，这是一段 Java 的程式。那这一段程式在做什么呢？就是把我今天的日期呢，从系统叫出来，然后呢，秀在网页上面。好，那这个当然这个程式部分，也许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啊。那要学过 JavaScript，但是我们你你大家打打进去之后，我们试试看怎么样使用它就可以啊。我们拷贝它，好，拷贝完了以后，回到我的程式设计的画面这边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 Java 程式放进来呢？其实动作非常简单啊，比如说我现在把今天的日期啊，我点在这里，好，大家可以看到我把今天日期点在这里。那这个时候我希望把这段城市放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把我们的从设计变成一种分割画面啊，大家可以看到设计变成分割画面，然后我继续点在我所在的位置，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地方啊，我们在上面的地方。 会呈现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啊？在这地方，今天日期在这地方啊，大家可以看上面的地方，我们点在今天日期下面，上面这张今天日期仍然会呈现在这里啊啊，下面点着，上面就会点着。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刚才所拷贝的那一段文字呢，我们把它贴上去啊，Control V 啊，贴上。好，这个时候我们按存档啊，存档，存档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这个画面呢，已经多了一个图示出来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示。那这个代表是它是一个 JavaScript 啊。那现在看不到结果。那我们存档完以后，我们逗到浏览器上面显示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地方我们解开这个封印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它就把我们今天是几月几号啊，几年几月几号，星期几啊，我们把它呈现在这里啊。这个就是。 我们用一个 Java 的这个 Script 砍在我们的 HTML 的程式里头。好，那这个动作其实不难。那至于说怎么样撰写这个 Java Script，事实上网络上你去搜寻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这种啊程式可以让你使用。那你只知道，哎，你只要知道怎么把它砍在你想要的地方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刚才是把它砍在这一段话的尾巴，那就把这段话呢呈现出来，然后把今天的时间日期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使用 JavaScript 来呈现我们现在的时间日期。那我们再回来刚刚看一下，我们刚刚点到这一段，好，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上面，呃，这一段文字里头，它告诉你说，哎，我把今天的日期抓出来之后，我如果是啊、呃、零的时候，我就是星期天；一的时候，星期一。那呃，我们中间有一些中文字，那我们可以看到，呃，今天是几月几号啊？那我们用点的。那这个事实上，你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改成月，啊，好，再来呢，这个地方改成日，啊，但是对不起，这个地方是年啊，第一个是年。好，在第二个地方呢，我这边是什么？呃，是月。好，那我们再来第三个地方呢，我们是在这边加上日，啊，但是要注意到一个加啊，加上一个日。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存档。好，一样，我们再去浏览一下看看。啊，然把这个封印把它解开来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一百一十，呃，一百一一一三年啊啊，九月十七日啊，这個、就变成本来是点啊，就变成年月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修改的地方。那这些城市其实基本上。 啊、呃、的难度都不大啊，就是说它可以很容易的去呃让我们使用。那只你只要知道我们想要砍在什么地方，那在网络上去搜寻这些 JavaScript 档呢，其实蛮多的啊，都可以使用。那我们这边只是呃抛砖引玉，让大家了解啊。其实你只要把人家的城市拿来砍在你的网页上啊，就可以使用了。好，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把日期啊。 呃，用一种原件砍入，或者用一个 JavaScript 来显示我们现在的日期。好，第三个呢，我们想要来介绍的就是呃，城市计数器，也就是说，呃，人家来浏览我的网站，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有多少人来浏览呢？那我现在有多少人同时在浏览我的网站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网页上面来设计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呃，希望能够啊、呃，我先把它关起来。我们希望能够说，在设计模式上面，我们要有学生啊、呃，比如说有多少多少人来看到我现在的呃访客啊，有多少个啊，那我们要把它记记数起来。那我们在这边的做法，当然是呃呃，SharePoint Designer 如果要能够这项功能能够可以运作的话，基本上要建立所谓的 SharePoint Designer Server 啊。但是因为我们 比较简单，我们并没有去建立这个 server，所以这些功能呢没有办法在这上面能够很准确的显示。那我们可以借用其他的，呃，已经有人家的网站里头可以用的功能，我们把它拿过来使用。那首先我们先看怎么把它加入计数器啊，加入计数器。假设我们有建立 SharePoint Designer 的话，来，我们回到画面上面。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建立 SharePoint Designer 呢，呃，从这边我们按插入一样，插入啊，Web 元件。 好，那我们在这里头可以找找看，有个叫做计数器的啊，计数器，我们点选它，然后按完成，这个时候就会弹出一个画面来，就是告诉你说，哎，我的计数器呢，你要哪一种样子啊？就是它的数字的样子是什么啊？你可以点选它啊。那这个地方，呃，这这五个你不够，你可以自定图片啊，自己去定义图片啊，就把这个计数器的图片呢重新定义。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可以在这边重设计数器的值啊，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万，我可以按重设计数器值从多少开始，或者是说，呃，我为了冲低、冲高人数啊，冲高人数，我可以从十万开始也可以，对不对？啊，这个这地方这地方我们可以自己去打一些数字啊，让这个呃等于说我们这整个计数器的那个人数是非常多的啊，让人家感觉我们这个网站好像非常的热闹。 那这边有个叫做固定位数，当你点选它之后，比如说我现在是五位，但是如果说超过了五位的话，它就会自动归零啊，就是以五位数最高九九九九九啊减掉它剩下的啊值，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好，那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假设我现在这样子啊，我们按确定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只会显示呃一个计数器的这些的呃图像，但事实上呢，我们真正 到到网页上观看的时候，啊，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呃，它并没有办法显示计数器的内容啊，它会告诉你一个呃图案，告诉你这是计数器，但是它没办法显示，为什么呢？因为计数器一般来讲是要建在 server 上面，不是建在我们本身的网页上面啊，是建在 server，也就是说，在 server 上面它必须要有一个计数值存在那里，我们这个网页才会显示，好，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我们没有建 server。 啊，所以我們没办法做个显示，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借用其他的网站啊，去找其他的网站来作为我们做计数器的使用啊。我们先把这删掉，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用。好，那我们怎么去找其他网站呢？我们先开一个网站，那在这個地方呢，我们去找到一个这样子的网址啊。好，HTTP 好然后呢，这个网址呢，呃，请大家可以把它记住啊。 啊，就是 counter 点 f c two 点 c o m 啊，斜线 t w 好，我们到这个网址上面呢，基本上它是一个 free 的的网站，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去取得计数器的值啊。那我们在这边登录，那你可以去免费申请一个账号。那我们在边做登录，好，那登录呢，呃，你把自己的密码账号呢，呃，记起来好。 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请大家呃可以自行上网去做一些登录，呃去做一些这个设定密码账号。好，我们接着再继续。好，我们刚才应该请大家去申请了账号，然后我们接着呢，我们把它登录，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那我们在这画面呢？你去免费申请一个账号之后，我们就登录。那登录呢，基本上来讲，呃，我现在已经可以登录进去了。好，登录进去看，大家看到画面就是长得这样。那它这里头会提供两个计数器啊，一个就是访问有多少人访问过我们这个网站的计数器。那它现在的图片呃形式长得是像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线计数器，有多少人正在访问你这个网页啊？这是叫在,在线计数器。 好，我们把这个画面拉大一点看一下。那下面呢，呃，我们去可以去修改这一些的计数器的值啊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我们设定计数器的这个图片啊，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我要图片要去变更，我点选它啊，那会得到新的网页。 那这里头呢，就会有各种的计数器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不同种的计数器非常多，你可以去选择不同种款式啊，比如说是有趣的啦、动植物啦、迷你啦啊，你可以去点选它啊，那它会呃帮你秀出来各种不同的计数器的样子啊，不同计数器。好，那假设我们去找一个呃动画好了啊，我们按一个动画，动画的计数器呢有这些这些动画的计数器，哎，我们找一个这个好了。 啊、呃，假设这个，呃，我们用这个计数器蛮可爱的。我们点选它之后，点选它之后，我们到下面的部分这边问你说，哎、欸，我现在要把这个刚才点选的计数器变成是什么？设定为访问的时候的计数器的图片啊。那我们点选确定。好，这个时候呢，它会帮我们把刚才访问计数器的图片变成这个图片啊。大家可以看到，变成这个图片。那这个。 呃，另外一个是在线计数器的图片没有变啊，这是访问的计数器图片。好，那我们要去做什么呢？我们接着要把这些计数器的这个城市码砍到我们的 HTML 网页上面。好，我们再看啊，这边这边有一个最下面这边有一个设定 HTML 的城市码啊，这边点选它。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访问计数器城市码。哎，我们跟刚才的做法一样。 我们把这个程式呢，拷贝起来啊，拷贝起来，copy。好，回到我们刚才的设计的这个网页上面。那我们现在希望要把访客计数器这边呢，呃，把技术的结果留在这个地方啊。那怎么做？访客计数器这边点下去之后，我们一样到了分割啊，分割设定这边。大家还记得我们点在哪里？那上面的地方呢，它就会呈现，就是说访客计数器所在的位置在这里。 啊，这两个位置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把这个地方空开一点点，把刚才拷贝的在这边啊，把刚才拷贝的城市码啊，刚才拷贝的城市码贴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我们 c t r l V 贴上。好，这个时候我们去存档。好、啊，存档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变了。啊，这下面这个图片啊变了，你看多了一个，跟刚才一样多了一个这种。 所谓的 JavaScript 的图案，好，那我们先看看结果好了，然后我们去点选用网页设定，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就会出现了一个什么啊？呃，我们先把它这个封印解开，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了一个呃计数器的结果啊，就是呃把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来浏览过我们网页的计数器的图片呈现在这里。 那这个这个上面的数字，因为这比较小了，看不太清楚啊。但是它这个你点选它之后，甚至它还帮你呃分析几月几号有什么样的人啊，有多少的这个呃使用者进来啊。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一样在线计数器。好，那回到刚才的网页上面，好，回到刚才的网页上面，在这里头呢一样有一个在线计数器城市码啊，一样我们把它 copy 起来。 啊，copy 起来，然后呢，一样按 c t r l C，好，拷贝啊。对不起，我把它再重新做一次，完整的拷贝、Ctrl、c t r l C。然后呢，回到我们刚才的这边，一样，我们要把它放在什么在线计数器这个地方啊？我们点选这里，点选这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地方游标也会停在这里啊。上面这地方，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在线，就是这个网页这边上面这个地方呢，也会停在这个地方。 一样，我们把它贴上，啊，贴上城市码，好，贴上。光贴上的时候，并不会这边显示改变。你要存档啊，按存档。好，这个地方也改变了啊，也改变了。好，一样，我们再来看结果。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什么有访客数一个啊，有访客数一个。那这上面呢，是有多少人浏览过我这个网站啊？那这个看不太清楚，我们等一下换一个图片啊。 换一个图片，好，那这个就是访客数啊，有多少人？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画面里头来，啊，这个地方就是两个城市计数器的城市码，一个是访问计数器的城市码，一个是在线计数器的城市码啊，都跟我们刚才的做法一样，贴上。好，我们再去变更图片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访问计数器啊这个图片变更，好，一样再去变更图片。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里头呢，进来之后，我们最下面的地方有一个设为原始计数器啊，这地方哎，我们点选它。那点选它之后，那什么东西要设为原始计数？有两个，我记得我们这边提过，一个是呃有多少人访问的计数器的图片，另外一个是在线计数器，对不对？那假设我们现在是访问计数器的图片要设回原始状态，我们就点选它。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边原先的这个访问计数器图片的这个地方呢，就变了啊，就变成原先的内定的图片。那这个在线计数器也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做完了之后呢，回到我们原先的网页上面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呃，是只是把这个城市带进来。那至于它是用什么图片啊、呃，是必须按照呃我们网站上面刚才设定的结果。好，那我们一样这个地方存档，然后我们再去做浏览。 好，那我们至少在这地方，我们看一下，呃，我们重新再重新载入啊，我们重新载入。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呢，访客计数器呢，啊，在这边啊，访客计数器呢，已经变回原先的啊内定的计数器了啊，这个地方。那呃，在线的计数器呢，也变回什么原先的啊，都是原先的状态。那现在我们总共。 访客技术总共有九啊，表示我们曾经在这里头啊、呃、进来进进出出，大概在这个网页上有进进出出九次啊。那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值重新归零的话啊，也可以啊，又回到我们原先的网页上面。好，我们回到这个网页上面。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会提到，就是说我们呃要去变更我们计数器啊，变更我们计数器。那我们要去设定它，比如说我们要去设定它。 回归到最原始的值多少？好，我们按下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画面里头呢，有这边有一个重新设定数值啊，在这边重新设定数值，点下去，这个时候呢，你按变更的时候，它就会帮你重新来设定你的计数器的值，也就是把你那个数值都归零掉啊。当然，你在这边也可以加上你想要呃的值是多少啊。假设我们现在重新设定出回原先的值的话，那我们就按变更啊，点选它。 好，这个时候呢，他就帮你要做计数器值重新设定，我们按确定。好，那这个时候设定完成了。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原先这个画面上面来看，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重新去浏览它啊，就重新去浏览。好，那在这里头呢，呃，我们重新去呃重新载入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呢就重新更更新掉了啊，就更新掉了，就变成说是回复到最开始的值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啊，就是我们在这里头可以设定计数器。那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地方访客计数器，基本上我们是贴上所谓的 JavaScript 的档案啊。这个一样，在线计数器也是一样。那你这几段文字呢？假设你重复，你可以把它删掉啊，就可以直接我们可以把它在画面上删掉。然后呢，这个结果并不会改变啊，就是说我们只是删掉那些文字的表现。 这是计数器的值仍然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好，那我们来归纳一下今天所呃教授大家的第一个就是呃我们说呃重要的就是这个日期啊，日期怎么样加到我们的 HTML 当里头去？那当然本身来讲，SharePoint Designer 它提供一些元件让我们使用，但是我们也可以使用 JavaScript 的方式砍入。那同样的呃，我们后来教到计数器。 那呃，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办法使用，没有建立所谓的 s h o w p o i n t Server 啊，所以没有办法使用计数器。但是我们介绍大家到另外的网站上面，可以把这个计数器呢，一样把它叫起来啊。那这个我想这个单元呢，请大家回去要多练习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谢谢大家。